599是躺踩是吧？是躺踩。行，你躺着，你躺着吧。啊？你躺着。你躺呀。你躺就行了，我不用躺，你不用给我踩。我是个那个入殓师，然后我是实习的，我寻思没有机会实践，我寻思你躺着，我给你化个妆，行不行？给你化个妆就行，别打，别当窗，别当窗帘，行不行？我就不踩耳了，你躺着，我给你化个妆。那我给你按摩，要不先？不用按摩，我就给你化完妆，我就走了，我就拿你练练就行。行吗？好不好？我去问一下，行吗？去问问吧。这个，嗯，行吗？行。行哈。行行。来，躺。我先刷一个。闭眼睛就行了。嗯。闭眼睛啊。嗯。老妹儿，嗯，画完了，画完了，啊，你起来照镜子看，我可以睁眼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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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转过来，我看看来，我看看，哎，画的不错，挺，啊，你干嘛？画的挺好，大九九就行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今年过年放不放假？不放假。那怎么不吃？过年不吃饺子吗？吃啊，我们店里没有。不是，那跟那个家里包的也不是一个味儿啊。一样啊。不是，你这么样，你今年过年上俺家吃饺子呗？你愿意吃什么馅儿的？我爱吃三鲜馅。没俺妈给你包不行吗？行啊。你过年上俺家去呗。行啊。行啊。嗯。一会儿咱加微信，我过年我过来接你呗。行。行不行？我坐车去就行。行吗？不算不好吗？我来接你吧。没事。行。我去就行。好好好。咱就做那个208的按摩就行。好，贵客您稍等，给您打水泡脚。哎，不，你等一会儿。那个，我有个小要求哈。嗯。你说。咱们这个工作服啊，太丑了。我对生活要求比较高。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旗袍款的高劈叉的服装？贵客不好意思，这个咱家没有。哎，没有没有事，我的，走走，你换上这个给我。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不是，你我们没有事儿。你怎么不拿顾客当上帝啊？那一番口吐莲花之后，你这衣服换上这不挺好吗？你还不换不换？不比你那工作服强多了。感觉你这个鞋有点不搭配呀。你这么样，正好带了一双运动鞋，在德物上买的，上面大牌保证，款式全，比专柜便宜很多。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领取。你把这个鞋换上就搭配了。这也不搭呀。这怎么不搭？你这个衣服的性感配上那个运动鞋的野性，这就是新时尚潮流。哎，这俩好，服装暴力了，可以开始按摩了。来吧来吧。哎，妹子，嗯，你这菜耳做的挺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谢谢。哎，我在你这办个多少钱的卡，就是你能做我的专属技师，就不给别人踩了，就专门给我自己踩。啊，这个好像没有。不是，你一个月平均工资多少钱？平均工资。1万左右吧。你这么样，我先办个50000块钱卡，然后你就别给别人踩了。你别吓我！我说真的，妈呀，你我们这不好像不行，没有这一说的。不，你去问问那个店长还是老板什么，你问一问好不好？嗯，好像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有好东西吧，不愿跟别人分享，喜欢独享。不是，就是你到月我来与不来，你从我卡上扣工资就完了。你去问一下，问问店长。经过与店长交涉之后，确定好了能办了。啊，可以。谁扫谁？我扫您。你扫我来。扫这个苹果13，我趁拼多多6周年活动花9.9秒杀的。你咋秒杀的？啊，我也秒杀，我也想秒一个。发货快，全是国行正品，全国联保，活动真实有效，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能抢。啊，还有华为和小米可以秒杀，咱们也可以去抢一台。行。扫没扫？啊，付款呗。嗯。嗯。过去3万了啊。嗯。再扫个2万。嗯，过来了。我现在卡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是66000元。66000。嗯，就是你以后就是我的专属技师了呗。啊？嗯。然后那个不是，你别笑。从今天开始，以后别搁手抠脚了啊！要我怕我耳朵得脚气。我啥时候用手抠过脚？不是，你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就别搁手抠了。行。行不行？行。然后这个面纱能不能摘下来，我看一下。哎呀，我不好意思了。没有事儿，我都为啥？我一会儿请你喝茶吧。我不喝茶了，卡我都办了，面纱摘我看看呗。妈呀，你干啥？那个是这样，我脸都不好意思，都红了。嗯，这个那个。